好，的确很多人很羡慕，因为现在薪水平均哦，大学生起薪只有22K， 22K， 如果是你，你接受得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呢，有人可是呢发文来骂这些人了，是张克凡5号在脸书上发文说，22K， 国家真的对不起你们，但是你们的平均素质真的就只值这么多？这是张克凡这发的文呢、啊。结果这文章一发，马上哇，很多人哦都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啦，立刻在 PTT 哦出现了100篇的这个回应踏伐文章或者踏伐的留言呢、啊。他也连续哦继续哦，他态度没有软下来，继续呢讥讽网友是草莓族啦、豆腐渣族，而不听劝的是垃圾。结果双方就这样互杠互骂了10个小时，最后呢，张克凡骂这个很多的网友是小王八蛋之后呢，删光了前面的 po 文，暂告一段落，而且他还说要控告骂他的垃圾网友。